长干行，崔颢。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请问你的家在何方？我家是住在健康的横塘。停下船暂且借问一声，听口音恐怕咱们是同乡。再读一遍，长干行，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